鼎川大饭店位于嘉义市后火车站之精华地区，饭店临近家乐福观光夜市及文化路商圈，五分钟即可到达后火车站。不管是出差或是旅游，便利的交通都能轻松带你前往目的地，并且能有效地让你掌握住时间。在2008年新团队接管引领下，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，饭店费尽巧思地布置出现代时尚感，装潢与明亮气氛美轮美奂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不论硬体设备或服务品质，贴心营造出舒适温馨的住宿环境，也期望能够提供给您完全轻松无压力的休息，使您有如宾至如归的感受。鼎川大饭店全馆均采为消防安检合格的建材，舒适、雅静、安全、卫生是鼎川饭店基本的要求。采光通风良好的环境，各式风情客房、商务套房均提供免费宽频上网。商务双人房在你一天疲惫下，能够提供给旅客更优质、更舒适的休闲空间。豪华标准双人房，淡淡禅意日式和风设计格局，让人转换一下心境也是不错的哟。商务四人房全面采用大片玻璃窗、漂流木的桌椅搭配，良好的采光、蓝天白云、自然原始气息是这么样的贴近。超大六人房客房内部均采用尊贵的红木家具，处处充满着古典风情、尊贵气派。6×6.5 超大双人床睡起来更是大大的放松呢。每间房间均备有多种盥洗用品，电视、冷气、吹风机、冰箱等一应俱全，全馆设备完善，客房宁静舒适。每天清晨6:30到9:00，一楼有提供免费精致中式西式的早餐，并备有专属大型停车场，是您洽公旅游休闲住宿的好地方。欢迎您入宿鼎川大饭店，享受超值的住宿服务。